二系列车袂歹，规台安尼圆圆的，六十几万，啊，再来装环境啊，哦，你有七档啊，袂歹哦，你还古锥呢哦，干呢不你还古锥哦。我先这个版本，我先影我某看一下，开了吗？我在那边看一下哦。这个老婆版哦，老婆版之看车。啊，伊这我买啊，我会该通知因来洗了，我再来洗车了，再来看啦。哦，好修。你这就是吼，现在店头在咧拍这个机呢，这比较急啊。它就是柴油跟那个柴油跟汽油啊。我是个人，因柴油车我唔捌买吼，我是较偏向汽油。啊，我们之前也有拍一台那个柴油的，但是柴油的伊个伊较省油啦。啊，但是因为它的设计不一样，哦，这只内装足水呢。啊，买这个用装环境就好啊。这只车会使，二系列的不错。啊，你外塑胶皮，基本上你免烦恼啦。这只会使，这只会使哦。认证车，这只会使。先讲，我即马咧拍这出。做随性的，这是主要要我某先看、哦啊、但是我也是放弃了恁同学帮评判的。这台车我本身，我个人感觉不错。这恁挂咧开开袂着？要爸吗？无啊，我无动机皮啊。勿紧，即我先大概，我互阮某看卖这些感觉。Okay. 你，我着把恁挂大概开，我先影一下，因为我走袂入去啊。这台好水哦，这台我都喜欢啊哦，因为那个另外那一台218D 我有进去，空间大哦。好，感谢。啊，这样呢会去杀掉不？好，啊你先杀。哎、欸，伊这是千五啊呢，啊，这配套嘛免换新起来啊，哦，有认证的。哎、欸，伊这是到底是配 LED 还是？伊这是 LED 还是 HID 啊？因为我看这应该是电话安顿去的。嗯。唔知嘛。我好，无要紧，哎、欸，我再去研究就好啊。哦，详细的内装你们看上一集啊、哦，上一集那个那一台柴油的黑色的，我把它拍得非常清楚。啊，内底基本上就写差不多了，不离啊拉手哦。哎、欸、啊，这只就无油车的啊，这只哎、欸，我多拍只柴油油车啊，这只无油车的嘛。这个好像要在。哦要整个绕下来才问。好，不要紧，好，了解就好了。气氛不错，因为预算有拉出来哦，也是一样，随性分享大家。啊，你这停车哦，你拍片我都拍。内装的话就跟上一台一模一样，主要我无看这些看价。新车、中古车、外黑车。并行下去看，谢谢。再来就是哦，银色的，两台同款啦，啊，这台里程数加足少的。啊，我个人是感觉蓝色较水哦。